际组合 NCT Dream 日前在蚕食体育馆举行了为期2天的演唱会，吸引了约55000名粉丝前往。有粉丝在网上曝光了 Stray Kids 成员方灿和 Felix 现身观众席的照片。此外 ，Seventeen 的中国成员 Jin 和 Lian 也在结束美国巡演后，直接从机场前往体育馆观赏演唱会。陈乐在聊天环节中表示，虽然看不见四位好友坐在哪里，但非常感谢他们来到现场支持。而任俊则开心地对观众席挥手，可爱的举动引发粉丝们尖叫。照片曝光后，三个组合之间的好感情让粉丝们大呼羡慕，互相支持对方的举动太棒了。